大家好，这里是兔兔与鸡鸡的工程世界频道。我用 AIGC 的应用工具写了一个 2D 设计游戏， ChatGPT 帮我写 code， Midjourney 帮我设计美术部分， Bluebird 帮我制作游戏音乐。先从 ChatGPT 开始，请他帮我用 Python 写一个跟 World of Warplane 类似的设计游戏。 OK， ChatGPT 开始写 code 了，如果一次写不完就下 Keep Writing， 叫 ChatGPT 继续完成。我们把 code 复制到 Sublime Text 上面，并存成 Python file。 跑起来看会不会有错误。哇，竟然没有错误，游戏进行得很正常，不过好像有点无聊。我们来请 ChatGPT 帮我增加不同关，并且加入 Boss 增加游戏趣味。 ChatGPT 有时候不会帮我做缩排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有错误讯息了，快速依照讯息做一个修正。这啥？为啥跳过了第一关，而且一次出好几个敌人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来请 ChatGPT 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并帮我增加进入下一关的条件。又来了， ChatGPT 在下 Keep Writing 的指令后，很长不会做缩排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太棒了，看起来游戏从第一关开始，而且没有一次出现很多敌人的情况了。但我的敌人呢？帮帮我 ,ChatGPT。看起来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，而且我的第二关怎么跳过了？让我来抓抓虫。在我抓虫的时候，来请 ChatGPT 说个笑话好了。当你在大海里游泳时，要记得不要跟鲨鱼比速度，因为你永远不会赢，而且它会很生气。相反的，你应该和海星比赛，因为海星根本不会游泳。抱歉 ChatGPT， 你讲的笑话真的不好笑。话说我们来改个视窗大小，改成600×800。 OK， 看起来游戏正常了，可以进入第二关，有更多的敌人，然后也会出现 Boss 在第三关。接下来我们来请 ChatGPT 帮我设计更多有趣的游戏元素，威力提升的道具，炸弹技能可以摧毁全部敌人，被攻击到会无敌两秒， Boss 会发射大招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让我们来看看更新后的游戏。 Shit， 我要威力升级道具。Boss 你终于出来了， PK 最大威力输出。 OK， 看起来游戏核心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用 Midjourney 帮我们设计游戏美术的部分。使用 Game Sprite Sheets 当成主要咒语，这会让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游戏美术的元素。我希望我的敌人是龙，而我是驾驶战机去击败那些龙的勇者。我也需要制作道具的美术。当所有影像都选择完之后，让我们使用 Canva 来去除背景跟调整大小。先来制作战机跟敌人还有道具的部分，必须按照游戏定义的大小去做设计。接下来问 ChatGPT 怎么修改程式，并进行修改。好了，看来战机跟敌人还有道具的部分设计都完成了。其他的元素也做一样的事情，去除背景跟调整影像大小跟核心定义的大小一样。更新所有元素到程式里，让我们来看看游戏元素更新后的样子。看起来真不错，最后我们剩下游戏背景，继续使用 Midjourney 来帮我画一个。
在那之前，先来问问 ChatGPT 怎么增加游戏背景，先看程式怎么写才能决定要怎么生成。使用 Satellite Views 来生成高空垂直视角。选择完我们的背景后，让我们在 Canva 上做修改并更新我们的程式。背景更新后的游戏看起来真棒。我喜欢这个游戏，勾起我小时候玩街机、雷电的回忆。帮我的战机取个名字好了，叫做 GG 飞行号。冲啊 GG 飞行号。啊，忘记一件事了，没有声音的游戏少了点什么，让我们用 Mobird 帮我们生成游戏音乐吧。Mobird 是我目前找到最好的免费 AI 音乐生成平台，你可以下咒语生成音乐或是选取设定好的特定曲风进行生成。这边我选取了 Drum Bass 曲风并生成音乐，因为这种射击游戏就是需要一点激昂的音乐才行啊。接着来问问 ChatGPT 怎么在程式内加入背景音乐。接着修改程式码。全部都完成了，再来请 ChatGPT 帮我对这个游戏取个酷炫的名字吧。第十个游戏名字不错，是龙的翅膀，应该是这样翻译没错吧。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玩是龙翅膀吧。游戏加速。我们来打个 boss。打死了。最后来讲一下感想。这个游戏我利用了 AIGC 的工具，在一天的时间内制作完成。现在其实有很多游戏引擎可以直接使用，也可以很快速的完成。最后我选择使用 Pygmy 来制作，主要是因为我想测试 ChatGPT 在开发程式的能力，以及我自己对 Python 也比较熟悉，抓虫会比较容易。现在有这些工具对我来说真的是一大福利。我小时候一直想自己开发游戏，但每次都在美术这部分打退堂鼓。游戏下载连结在影片描述区，欢迎大家分享自己获得的分数，原始程式码也会一并附上。不过这边要先说，因为是使用 ChatGPT 一段一段进行撰写修改的，所以程式码非常的杂乱，我并没有特别整理，请各位见谅。我相信好好利用这些工具可以完成很多内心的 idea。 接着我也会持续的利用这些工具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有兴趣的可以按赞追踪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来我部落格看更多关于 AIGC 的文章哦。谢谢各位。